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依法及时公开准确发布疫情信息。白皮书指出，中国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以对生命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国际社会负责的态度，完善疫情信息发布机制，有效回应了公众的关切。中国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向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主动通报疫情信息，分享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信息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引物探针序列信息，为全球抗疫提供了基础性支持。